老公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他在晚上不是直播嘛，然后有一个粉丝他，他说他那边有一个药方是专门治老梗和中风的。哦。然后昨天不是你在视频说妈妈有老梗吗？哦。然后他发过来说试一下，你发现他这个药方已经治好了很多人了。哦，看好了很多人哦。我们这里能买得到吗？可以。那你去我们的街道那边给妈妈呀买一点，给她喝看看。嗯，先喝掉一个疗程。喝一个疗程。嗯，21天是一个疗程。21天。嗯，那你去嘛，对吧？他给你发私信哦。哦。哦，那可以吗？试一下，说不定能治好。能治好能更好啊，对吧？能治好还能看娃嘛，对吧？今天呢，我们这里下雨好大，你问一下妈妈嘛，她能喝得了不中药？喝，他就想喝中药呢。喝得了。那喝得了，你就不问他去买吧。我也去吧。你看下面这么大雨，去干啥？行了，我去吧。那好吧。爸爸，等一下就回来了嘛。你看妹妹都不哭，妹妹躺在那里不哭。老公。啊。你去了半天，你找到药了没？找到了，让熬。我给说了，让他先抓5副，先熬着。哦，等他们熬好再去拿哦。熬好过去拿就行了。贵不贵啊？钱还没算，因为她老公没在嘛，她说让她老公出来算一下。哦，在我们街道就有吗？药？哦，街道就有，中药店，然后抓的中药。那行吧，那等一下，咱明天去拿。抱爸，抱你爸爸吧，爸爸不在家，你哭的不行。好你了，抱吧，韩子玉。给你，好，玩吧，老公。嗯。你又擦超又去哪呀？你取药嘛，药好了。药好了吗？嗯。那我也去吧。现在呢，两个小孩都睡着了，我跟着我老公一起去我们的街道去拿我婆婆那个中药，人家熬好了。就在这个药店买吗？他们没在了吧？我好就是了。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啊？因为就咱们家熬了。就我们家熬的吗？一共连接是个85块钱。你说25？嗯，都25。貂药长的不？哦，有咱有的。这个还要吗？要。哦，这是熬完那个药拿回家哦。啊，那个回去泡酒。泡酒。哦，可以泡。哦，看看有效果的话再进去喝吧。哦，不是。他们是用什么样的东西熬药啊？鸡翅熬的。用这个熬的吗？嗯。哦，用这个机器来熬药。嗯，在家里都是用砂锅熬的，但这里边用机器熬。哦。正好说人家包装好，回去放冷藏。哦，那这样能方便吗？啊、走。回到家了。小姑，你两个啥时候过来的？我刚才过来的。刚才过来啊。嗯。啊，我操什么？一抬头才这个才。哦，今天小姑。你人家去走那个八元是我过来的吗？哦，你看有个东西，月饼，还有买的拿个鸡蛋呢。嗯，这个是妈妈，这个是啥？泡酒。这一天量500多吧。你啥子？这是国企货对吧？套药是国企货的。国企货的啊。我你应该送的吧？那应该送的吧？那是你放冰箱。嗯。然后你倒上一包，外上一包，这是5天或15天才是一个疗程。你看，啊，你眼前是或一个疗程4个还有左右的嘛？你能喝我妈妈？行，能行，那你慢慢喝。这个是吃啥了？这个，你拿给我。这是粉丝给他，人家给他方子嘛。嗯。说是治老梗和中风了。哦。然后说，哎呀，至少有疗程，是四个是这房子，看好不少了，嗯。然后我再咋借借期，我再一户，然后人家问我看，哎，里面有
以为有是热肾，人家用毒品热肾的，毒品热肾我问的，以后人家又一个说是人损害了一些，自从咱这么大的，我几百块钱的，然后我说看，就让问下看多少钱买的，就问下给个一块五，给他老婆给一块五打电话的，然后说不买，不买，最后咱还有红参，也可以，然后用下红参，红参咱都是便宜一点，也是都红参都贵。这五副药还得一共才花80，如果用那种热水，我五副还得都得1000多。那你吃着再看啊。你知道今天给我说偏方的人叫啥名字吗？不知道他叫啥呀？他也是你的一个粉丝。我知道是我的粉丝叫啥吗？女性情感语录。女性情感养肉。语录。语录。嗯。哦。名字也挺好听的呀。这是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然后他在直播间说他看了咱们视频嘛，不是妈妈有这个老梗嘛，他刚好有这个偏方，然后看你直播着了就进来，然后就说给我发私信的这偏方发给我，让我看一下。我今天拿到药房嘛，看了一下，然后说这可能会起点作用。药方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也没有这药方嘛，感觉他药方里面这些药嘛，对老梗可能会起点作用，因为有的药它就有那些功效嘛。你看，从你做自媒体开始，然后一直有粉丝，不管是送吃的、送穿的、送用的，现在还有人给你送偏方了，说明你视频拍得很好，很多人都认可你。你看一直，然后不管是视频还是咱直播的时候，人家都夸你说你情商高。你有啥是情商高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聪明的意思？情商高就是聪明，会说话。也是会来事，就是情商高。会来事。那就是事多的很嘛。不是说会来事，不是事多，就是比如说有个事。比如说有啥事的知道咋做，会来事，见啥人说啥话那种。是啊，会来事啊。路上走着碰到一个熟人打招呼，不太熟的你也会打招呼，这就是会。会来事啊。会来事一点，你看，就像我平时在路上碰到稍微不太熟的，就不会打招呼。这就是情商低。求了老美女也求对了吧？找对了。求求他娶到我媳妇，那求我还娶到了，不求我还娶不到呢。但是不管穷不穷，只要找到媳妇就行了。就现在有钱人都有找不到媳妇。那你之前，别哭噻，说。你看你把弄头的，你看他肚子露出来，给他盖上肚子。现在看来还娶你娶对了，不仅得生娃带孩子，还得。挣钱啊。